我要去把我的头发修剪一下。到啦。感觉重新做人了。拜拜，辛苦了，拜拜。真的难以想象这样子热的天，我很想跟老师在外面吃烤肉，好热。哦，不是小型玻璃，我以为是什么小型玻璃，它只是让我们提示我们小型玻璃。你下去，你下去坐摩天轮喽。来过图书馆里听说一个小气泡把我骨子里面的脏东西什么的吸一下，毕竟我发痘痘了。今天是我打好水光针的第二天，然后皮肤是这个样子的，脸上有很多就是这种出血的这种小血点，现在是要等它这些小血点恢复，过两天我看等它全部恢复了之后再给你们拍记录。今天是我水光针和光子嫩肤的差不多第三天，脸上的针孔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几乎是消掉了，然后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医生跟我说叫我可以用一些就是那种成分比较好一点然后比较纯的那种精华，可以多上一点，因为现在的皮肤通道是打开的，所以你可以用一些比较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精华。夏天我是比较注重于美白嘛，所以我打算用一个这个宾利斯他们家的这个烟酰胺精华，这个虽然是 PR 寄给我的包裹，但是我用过几次之前觉得效果还蛮好的，就是它是这样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小顶盖，你这么哎按一下就可以，它是很像水一样的精华，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水，就是不会那种很闷热的那种，而且吸收的特别特别快。我现在是刚刚洗好脸，可以直接上一点这个精华。哦，你们听到外面的打雷声了吗？雨好大呀，我的妈呀，看到了吗？哇塞，它是这个添加5%浓度的这个烟酰胺，而且里面还有一些就是酵母提取物啊和这个神经酰胺，就是神经酰胺是本身就是对皮肤很好的一个东西嘛，所以我用下来就觉得它提亮肤色的效果真的还蛮不错的，所以像这种医美术后啊可以用一点。而且它其实很温和，因为很多人不是觉得烟酰胺不耐受嘛，它里面有添加一些透明质酸啊什么的，所以就用起来会很温和。但是医美过后，就是做好医美之后，这个我是第一次使用，所以也想看看就是医美过后它的吸收的效果会不会更好，第二天肤色会不会更亮一点。好，我现在要准备开工。就是看到我的手臂力量了，看到我的手臂力量吗？都是举机器举出来的，就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力气的女汉子。哎，这个是我昨天刚买的镜头，刚刚买好，我摄影师的朋友就跟我说，发布了 RF 卡口的，就是这个机器专属的2470的、镜头，我心情好差。Good morning。看一下起床的这个皮肤状态，我觉得肤色的状态是真的
很透亮的这种感觉。我很想就是约好真理斯他们家这个约显安，就是早上起来就是皮肤是会这种很透亮的这种状态。我之前在就是没有做医美之前试用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是也是就是会觉得皮肤很透亮，然后现在做好医美之后觉得这个效果是更加明显的，就是那种很透亮有光泽的这种感觉。刚刚洗好澡，我就每次都很奇怪，我看那些博主包这个头巾包好之后都哎呀很贵妇的感觉，为什么每次包好都很像印度阿三，我觉得自己很像印度人。等一下，是我跟朋友约了要去撸羊驼，要去撸羊驼，就上海开了一个那个可以撸羊驼的那个一个主题馆吧，类似于，所以我要快点化妆了。那今天就是一个比较流程型的，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我换了一个新的镜头，太你妈棒了，我爱红圈，换了一个红圈的2470，今天还是要快，因为现在其实也已经3点多了，希望可以在晚饭前搞定我的撸羊驼梦想。我的真爱防晒，这个防晒就是成膜很快。一般情况下约了朋友的话，我的妆都会化得比较快一点，因为不好意思让朋友等太久，虽然我也是经常让朋友等很久的那个人。今天试一下我之前晒出来的我新买的两个这个GES GEP 的，这个是好像是他们新出的妆前乳和这个粉底液，一个新的色号，就是这种很奶油的这种质感。这个妆前乳好像是会比较控油一点，这个我还没试过，所以我不知道它上好的妆效是什么样子的。用海绵蛋把它拍开，这个海绵蛋真的像一个鸡蛋一样的形状啊，还是一如既往我很喜欢的那种遮瑕度比较高的那种。他们家的粉底液真的是我的年度最爱，哇、哦，好像这个颜色对我来说有一点白，和我的脖子有一点色差。哎，不管了。然后遮瑕也是他们家的，这样，我、哦、是那种很奶油、很奶油的这种质地，是非常好的。这遮瑕膏感觉都还可以，但是因为这个粉底液感觉有点太白了，等一会儿看看它会不会氧化之类的。粉饼也是用这个新买的，这个是新买的这个粉饼。我其实觉得他们家的包装都很戳我，都很好看。然后这个不是上次我晒图跟你们说我多买了一个，就每次都是会发生这样，就相同的东西我会买两个，然后这个的话就抽奖送给你们。好了，本期奖品已经有了，拿一个刷子我试试看它好不好用，感觉还可以，它是这种偏向于蜜粉饼的这种感觉，定妆也还不错，带一丢丢的遮瑕力。涂个润唇，小猪姐姐推荐的这个润唇什么胶原蛋白啊。然后今天眼影我打算用完美日记家新出的这个马赛克眼影，这个是我近期收到的包裹当中最喜欢的这个收藏家单色眼影，俗称马赛克眼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先用这个颜色打底 V 零骨，这也是他们家这个粉质真的做的还不错呀，都是这种属于比较好晕染的这种日常妆，所以就不会画的那么的复杂，基本上用两个颜色或者三个颜色就可以。哦，对了，因为这次是收到的 PR 包裹嘛，所以这次其实他们有几个颜色是就是既重复给我了，所以这里面有五个颜色，这五个颜色也这次抽奖抽给你们，好不好？那所以这个眼影加上刚刚的两个抽弹幕，一个抽评论，好吧？对，大家赶紧帮我素质三连，多发弹幕，多发评论，拜托拜托。这个是有一点点藕紫色的这种感觉。好，我要叠这个非常大胆的紫色的这个亮片 ，R01， 这个是，它是有一点带紫和带蓝的这种偏光。这个颜色有点美绝了的那种感觉。下一节用这个颜色，睫毛剪一下。今天眼线我想不要画的那么重，所以今天眼线用的是咖啡色的 Jolin 的这个咖啡色的眼线胶，画的淡一点、自然一点比较好。然后再用眼线液，也是棕色的，
天就只描眼尾跟眼头，最后睫毛膏刷一下，真的是爱杜莎的这个睫毛定型膏。睫毛膏我就不刷了，我就刷一个睫毛定型膏吧，因为我怕睫毛到时候垂下来糊到的眼睛。好，然后是 Jolin 新出的这个眼线，这个眉笔，这个是他们家好像是新出的。我觉得我几乎是他们家的脑残粉。红用的是丽曼他们家的这个什么零一号蜜糖曲奇，比较粉嫩的这样子的颜色。哎呀，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去看到羊驼，修容还是 Too Hot for School 的这个。把我的一个鼻扫一扫，我嘴巴下面这里。这样子少一个，这样子眼弧可以看见你的下巴翘一点。日常比较常用的这一块啊，这个粉底现在好像有一点点暗沉下来了，就感觉没有刚刚那么白。唇膏用的是也是新买的，也是就是一起代购的，感觉是很温柔的这样子的一个像豆沙色一样的颜色，这样子感觉看着。这个牌子并没有进中国，所以它不是推广，一定不是推广。头发去吹个头发回来，要去看羊驼啦！我的妈呀，这个路好崎岖啊，竟然在这里。哦，是这个吗？捕梦人的后花园？好像不是，在哪里呀？我有一种在探险的感觉啊！奇思妙想，哇，我的妈呀！莎莎，哎，哦，刚刚有没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哪里？哦，好，那我买票啊。这里先存一个，味道还蛮重的。哦，这里有土拨鼠。哇，这里有种世外花园的感觉，无脸男，哎呦，这个屏闪闪的嘞，可托，可托，可托，然后穿下去吧。哦，它其实身上是香的，它没，反正不臭，我觉得不臭。标志。哇，你怎么睡成这个样子啊？我的妈呀，它睡的睡相好像一只猫啊！它在吃饭，我还是不要打扰它给你看了，我们在跑的出去的孩子。哎呀。为什么我不往前了？往后，往后滑。哈哈哈哈哈！怎么就是这样的？你再握住。啊，我教你吧。哦，这样，再往后摆。哦，不是控制左右方向的头。头是哦，这样子哦。本周的第二顿烤肉，吃这么多烤肉，我不胖，谁胖呢？